过去，拢离台湾好歌声。这首歌它的原本的曲名叫做 Osaka Shule， 就是大阪失语，是日本一位演歌巨星 Miyako Harumi san， 他在昭和四十几年时候的一首很轰动的歌曲，很好听的一首歌。那你唱的版本是龙千玉的《对梦中人》，对，增加了台语歌词啊，不错，唱得非常好。谢谢。那么今天为什么一开场就唱这个歌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系列好听的，非常让大家怀念的一些歌谣，让大家来欣赏。恰妈妈影像来啰嗦，阵阵掌声中已经响起。正当我唱着那首情歌的时候，接到一封故乡来的信。这首歌曲是来自日本千秋之美翻唱的一首鬼歌曲《喝彩》。我们欢迎江慧仪的演出。阵阵掌声中木已经响起。正当我唱着那首情歌，接到一封故乡的信，带来消息。三年前别离的情景，浮现我心底。我记得当时南下列车声隆隆，一匆匆，车慢慢地推动。我依然不顾你的。留下你狠心溜走，往事已
过，不想提醒带来消息。三年前夜里的情景浮现我心底，犹记得当时南下列车声隆隆，一匆匆正慢慢地推动，四面经历都把所有人心中边，想到你我当时心上约束在淡水河边。这是一本应该天王美村信一所改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淡水河边》，欢迎钟镇凯的演唱。黄昏的淡水河边，我头看过去，有一对好情侣，坐在河岸边，为怎样心爱的无情感。叫叫你名字，到底去佗位？啊，情无义，甘心做你去。桂子先生在红白对抗赛曾经以这首歌曲《浪花姐人生》压轴的演出。今晚来欣赏由阿明红、朱庆伟、板桂、秦外人邀请到夹子会的演出，请来聊。
相信，相信无人无人比我爱你，我爱你，爱你，不是不是一日也两日。我甘愿和你孤单一个点想你，我希望希望会陪伴你身边，但是我三位都是在我们目前在歌台里面算是一时之选。对，今天又有新同学耶。嗯，甲子会好久不见了。第一次来节目就一甲子来一次。真的吗？甲子会这个名字太奇妙了，怎么会这样？好久没看到你。对，好久不见。不过刚才为什么会请各位唱一些这些算是老 Coco 的歌？这些老 Coco 的歌呢？可能年轻朋友们对这些歌比较不熟悉，嗯，其实这每一个年代每年代它的那个轰动的程度都是非常厉害的。对，这些歌听起来都很耳熟能详哎，对对，很好听哎，很好听，对啊，都是日本歌手改编过来的，都是因为后天才改编呢。对，这首《喝彩》，喝彩，它是用那个比较摇滚的方式，灵魂的方式演唱，对，比较，其实它是比较，它是很悲伤的歌，对，它是描写一个就是在台上。演唱的歌手，可是突然间听到家里面来了一个噩耗，嗯，可是他还是不断的要把这个表演做完，强颜欢笑，嗯，做完，心里面的那种挣扎，就是喝彩这首歌，对，好酸，很酸的一首歌，对。那淡水河边这首歌呢，也可以点神心无孔把它翻唱，有翻唱，甲子会的这首歌呢，就大家很熟悉了，对对。拉米瓦，不是带有林色瓦。啊，金色丸就是哪里可以买到人参补肾固精丸？哎，这个很，哎，这样很好记，这样还蛮好记的。对啦，对啦，这个是戏传很经典的歌。对，这首歌非常红，而且子慧好像曾经在日本有，我是曾经有去日本歌唱比赛。哇，所以他日文很厉害啊！没有没有，真的，谢谢。那你要常来，我们这边很多就是很喜欢观众很喜欢日本歌曲，对呀。对，江蕙也会唱日本歌吗？对，小时候有在学。哇，你看看。你才几岁？小时候，但都是那个用注音写拼音这样，波波摸波这样对吧？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真的不懂。可是我觉得刚刚你那个方法很好，以后我都跟你学日文。哦，就蛮好玩的。这个其实学日文是你要多接触了，对，多接触。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除了这些歌之外呢，我们特别还要安排几首呢非常好听的这个日本歌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跟日本的歌曲有一套系列的一些表演，各位慢慢看下去，继续过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好。釜山港一首好听的歌曲，把咱们歌曲叫做《红屋井》，蔡廷兄、江蕙的演唱，《红屋井》。今夜又是红屋面，乎阮心稀微，心爱。
前川清先生《那卡诺西曼布鲁斯》所改编的一首《爱火暖光》，由蔡小虎作词，吉田佐作曲的这首《爱火暖光》，我们欢迎钟镇凯的演出，《那卡诺西曼布鲁斯》，どうぞ。相思的霓虹点点五彩的形影。热情的花蕊笑我孤单在路边，无情的雨水声，甲痛心去你，曾经是你我相爱你的城市，何故将爱搁你？怀念着心爱海角也一片，彼当时两人约束永远分开，这段的事你笑我痴情戆大胆，无言的大树下，却有人命日。曾经是你我相爱你的城市，何故用爱搁你？怀念着心爱海角也一片。怀念着心爱看到的天边，我们刚来放袂记这杯酒是什么货，这杯敢是房中的酒呢？这是一本倭美二郎梦追酒所改编的一首歌曲，我们欢迎贾子慧小姐演唱《梦追酒梦追酒》。
东阳哥，非常好听的三首怀念的一些日本歌谣，是，所以我们介绍的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希望说能够满足各位在听觉视觉上的感受，对，整个享受，这个是个歌唱节目，对，我们讲究就是挑好歌唱好歌，我大概听到很欢喜啊。尤其东洋歌这一块，有很多人很喜欢听原汁原味，因为我们现在唱的都是翻唱，把它改成台语歌，可是他们很喜欢听那个日文的发音，尤其你日文的发音配上那个转音、特别有韵味跟味道。对，刚才这首《梦追酒》，我记得那时候洪荣宏刚刚从日本回来的第一首《北国之春梦追酒》，那时候呢年纪很轻，声音很好，就一炮而红，所以那时候就算是新生代的一位年轻的歌王安云红，早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然后刚才您唱的那首叫做《红屋景》，这首歌在日本很多人唱过，包括我们等一下来的大来宾呢，他也翻唱过。哦，真的吗？好多人唱过，很多人翻唱，很多翻唱。所以这首歌有翻成日文，也有台语，也有韩文。韩文是原版，原版，原版。所以这首歌是非常棒的一首。庄正凯刚刚唱的歌是一首日本的老歌，这首歌也好听。对，但是就是小五哥他有把它翻唱。叫做什么？爱和卵瓜，爱和卵啊！这首歌呢，其实最早期的日本的原主唱人呢，是一个长得胖胖的，有点像郭金发的那个样子。但他的声音呢，听起来声音很沧桑，很好听。那卡诺西马布鲁斯哟，就那种属于那种窥考的，很有那种感觉。然后钱川新先生他有翻唱。对，他翻唱的时候，那时候就是 Nagasaki wa Kyomo Amanada， 那个时候的年代的歌，你看，都是有年代的歌曲。其实那时候我们应该，像我应该他还没出生呢、啊，应该都还没有，对，我都还没有出生呢、这些歌虽然我们在那个年代没有听到，我是苹果花那时候年代出生的，苹果真的吗？花多久了？那是昭和几年。可是这些好歌到我们现在这一辈，还是我们下一代，都还是听得到这些很好听的歌，而且我们都在学唱哦。对，代表这些歌真的很棒。然后今天呢，刚好对，有两位出专辑，对，是我们先从贾子慧的介绍。子慧，主打歌给我最爱，要不要让他唱一小段？谁人是你的最爱，你的最爱，你的最爱？不知影，花花世界敢有未来？我有印象，我们的片尾的歌里面有他，就是这首歌。好，另外一位郑凯，是的歌，谢谢，这是刚加入豪记的第一张作品专辑，它叫做《背影名》。背影名，对，庄正凯是一个大家给版题，可是这是你第一张的作品，就是很开心来宣传今年阿凯这一张《背影名》的专辑。讲到这样，好像较长诶。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为了要让后半段的这位超级巨星的来到呢，让他觉得说跟我们的节目有连贯性。在没有见面之前，还有两首歌曲。我们一定好好的听一下。贾子慧来介绍这日本歌的，他的歌名叫什么？日本歌名叫《Singa to Kai Kyo Fuyu Ne Shiki》。石川小百合的歌曲，对，好听的歌。那有翻成台语歌，就给我《Lane 一心 Lane 爱》。哎呀，好听。那个还有一首歌是我们这样子，让那个阿凯你们两个对跟慧宇合唱歌，叫做《花意在胸红》。好。欣赏这两首歌之后，马上有我们的超级巨星就要登场，我们欢迎他们的演出，来，落座。八代雅纪这次来，让我很惊讶的是，她竟然还是那么一个漂亮的美女，很多。真的好漂亮，保养很多，皮肤很棒，心情很好，所以保持那么好，这样。前向き。わかります？
个有时个有时滴有时个彼个是坎坷的路，为着将来走天涯一步一步。
手拿雨伞，送伊厝门无通相依。谁知今夜搁再相逢，月亮光圆，亲像在欢喜咱团圆。心爱的人，你敢真正放袂记？心爱的人，你敢无来怀念错乱？我心内永远，永远希望你，希望你做阮的伴侣。今夜再相逢。再相逢，通搁分开。今夜再相逢，通搁分开。今夜再相逢。这个歌曲虽然说听起来大家觉得好像旋律很熟悉，嗯，其实你是唱台语版的，叫小雨小雨。那么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台湾后国乡来了一位国际的巨星，贵宾来的贵宾，嗯，在日本演歌界红了差不多将近有四十几年，这么久。那么今天就特别隆重介绍第一次到我们台湾好歌声的这位八代雅纪小姐，用她的原音、原唱、原味，把这首歌曲《雨之木琴》介绍给大家。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八代雅纪雅西洛萨，欢迎。
今天你怎么没有来一个爱的抱抱？你不要求我要求了。我逆想，我逆想，这个歌曲是描述一段无奈的感情，爱的男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可是膝盖上还留有他的重量。鱼啊鱼啊，下吧下吧，希望能下大一点，把它留回到我的身边。这首歌是昭和55年雅西洛长代表性的歌曲《雨之怒晴》，どうぞ。嗨。心が忘れたあの人も膝が重さ覚えてる。長い月日の膝枕。欢迎欢迎，哇！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哎呀 ，nice key，nice key， 哎 ，nice key。雅西洛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对。慢点，啊，董小姐。董小姐，来来来，热热热。啊！哎呀，这个非常谢谢雅西洛桑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那么刚才他唱这个歌的时候呢，他指向我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一个说他是被那个男人离开，那个男人想他，是不是？是。我当时小时候，小时候，哇塞，很多小时候的啊，小时候的我说。那么我们之前呢，有申敬一先生，有钱专心先生来我们这边做宣传，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巴黛雅纪这次来，让我很惊讶的是，她竟然还是那么一个漂亮的美女。很多，真的好漂亮，保养很多，皮肤很棒。这个，到现在还是很皮肤很好。这个，我有听到你在电视上的解说说，因为你每天気持ち心情很好，这样是因为心情很好，所以保持那么好，这样。もう毎日楽しく過ごしてます。そう。前向き。はい。
わかります？前向き。はい。OK。说什么是正面思考？啊，正面思考。正面思考。他们当年都过得很开心，永远都是正面思考。哦，这样子的，哇，真的是不容易。那么这个听巴达雅基的歌呢，会让我很多回忆，因为他的歌曲呢，曾经让我们这个年份。还有更高年纪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非常喜欢。对，第一次来台湾做演唱会，可是他之前有过台湾。はい、とね、40年前に。40年前。プライベートでスタッフと、15人ぐらいで来ました。40年前に。哦，40年前。40年前，他跟他的员工、工作人员一起，差不多15个人来到台湾。はい。その時。好久はい。まだパーティーアーチを知らないと思ってましたら、なんと幸い40年前ですよ。車で走ってましたら、もう路上にずっとパーティーアーチのレコードがずらっとレコード店がずっとありました。哎呀，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多红啊！你真的，哎。尤其刚唱的那首歌好红哦。对。歌曲一放下去，大家都知道要这样子。阿妹阿妹，呼嘞呼嘞，哇，真的是。これね、これは。哦。哦。对啊，我听说他的服装都是自己设计的吗？もちろん。啊，真的。デザインしてます。啊，そう。他全部都自己设计。其实他的身材穿什么都好看。Thank you， 谢谢。混斗，混斗 ，Nice King。哎，赫伯，今天你怎么没有来一个爱的抱抱？之前前几位外宾来的时候，你都有要求，你不要求我要求了。你该讲好说，上次申金一来跟钱传金来，我都有跟他爱的抱抱。你呢？哎，但是应该讲说，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男女这样子不好意思。我代劳，还是感谢。Hello， 一摸斗一只嘎，一摸斗。哦 ，OK， 哇。你可以讲说，一摸斗抱完之后。お兄さん、お兄さんが聞いてもらって。お兄さん、お兄さん。お、OK、OK、OK。本当 ?OK、OK。本当 ?OK。哇，来吃鸡，来吃鸡！哇，你要请我吃饭，因为我在制造机会给你。真的，对。那么他的歌呢，让我们大家呢就觉得好听，让你说他有他特别的嗓音。那我想先再来介绍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很特别的歌。这首歌在台湾很红，红到网络上点阅率非常的高。就叫做もう一度会いたい，就是希望能够再见一次，再度相逢。现在我们就请巴达雅基小姐来为我们唱这首歌曲，非常有感情的歌。好，もう一度会いたい。OK， 哎，どうぞ。欢迎。台湾の料理。Let's go. 小籠包。好，啊，是。Duck. 啊，我的大饼。那下一次来的时候我请他。そうね。ぜ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美味しいの。約束？他的約束是是困伯爸。我学起来了这句话。台湾火锅虾刚回火锅票选活动，十位实力派女唱将，谁能得到最多观众的支持，就得有相关的票数。谁能来参加江蕙好歌音乐会，用您的一票支持你喜欢的歌手，到顶来唱火锅。每天八点，暗时九点半，八大台台，台湾火锅虾。多的女人总是多情的，希望看着遥远的海边，能够早日跟她再次的相逢。もう一度会いたい。あんな男と言いながら、今日来ました港町、波の向こうへまた波ばかり。夢は
西洛桑。大家好，爱惜得了莫一激动啊！一代。今天最开心的就是赫伯啊，真的。对，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大的粉丝。这个有一点，我觉得很奥妙。嗯，他的歌呢，其实都是很感伤的歌，但是他唱歌的方式呢，都非常的亲切，很开心。对他的表情，就是很这个是两种不一样。多いんですけど、あのメロディによって、あの悲しい歌を明るく歌います。そうすると。グンとくるんです。好、oh, ，什么意思？我以为他的歌曲是难过的，难过、悲哀的比较多。对对。可是他会那个听的音乐，如果音乐可以的话，他会用他自己的演示方式，把它演出出来。这就跟他的人生观是一样的吗？他说这样子可以打入人心。哦，是哇，这个他的那个想法更贴近人。嗯，对。所以你会成为他的粉丝啊。嗯。你就是被。他的歌声还有外貌还有他表现方式给吸引、我想问一下，就是来台湾三次，四十年前一次，十几年一次，这次是第一次来演唱会，对台湾的料理 Let's go 最喜欢的是什么？大好き。最喜欢的是什么？全部小笼包。哦，是。Duck。哦，鸭子。北京烤鸭。哦，是。啊，我的大饼。那下一次来的时候我请他。そうね。ぜ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美味しいの。約束。約束。就下一次，下一次我请他吃，可不可以？約束。約束。那不是是困伯爸。啊，有故事，我是酷我爸是吧？我学起来了这句话。你说不好意思，我们日文真的不好。那么好，那个除了刚才这两首歌是台湾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之外，其实有一首歌呢，我听到唱特别的会特别的难过，特别难过。这首歌叫做。那咪那可以就是泪水的恋情，是不是？那咪哒可以，可以，那可以，那是就是。泣きながら恋じゃなくて、あの会えない彼をこう思いながら、忍びながら歌ってる恋の歌です。其实这并不是说一边哭而谈恋爱，只是要去思念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没有办法每天在一起的男人啊！你要讲说是不是属于这种第三者的恋情？是不是？哦，很多。哎，是你的故事吗？爱在给到爱来的 ，no，happy，happy， 不是他的故事。我听着就很放心呢。啊，如果说是他是另外一者的话，我就会帮他难过啊。这个不用翻译没关系。好，那么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这首非常特别的一首情歌，就是第三者的一个心声里面的一个故事。那咪那我伊，哎，罗总，亚西罗桑，哎，欢迎。唱出女人无奈的心声，对这段感情，到底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平复自己呢？なみなこい泪水的恋情。夜の新宿裏通り肩を寄せ
掌声鼓励一下。这首好好听的歌哦。非常好。Sky， 这个歌的台湾也有歌星翻唱。そう。但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YouTube で見ましたら、たくさん皆さんがパータイアイチの歌を歌ってくださってた。嬉しかった。ありがとう。那吓一跳，他唱看了那个 YouTube 上，才发现说很多人有翻唱他的歌，很开心。说谢谢。他可能他真的是不知道，喜欢他的人太多太多的。温度，对，再讲一下那个演唱会的时间。演唱会是在6月28号，6月28号。对。那么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就是。コンサートのメインはやっぱり、皆さんが歌ってくださってる歌とかヒット曲とかたくさん歌い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はい。他主要是想把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或经典歌曲全部一次带来给台湾的观众。你说刚才这几首歌曲，大家一听起来就是好像跟他是一样的年纪在成长。那么他的歌呢，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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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阿鲁，他上阿鲁，他上阿鲁啊。所以说呢，我现在心情里面就好像他的那首歌，もう一度会いたい，もう一回の。いいですか？好 ，OK。もう一回。OK。嬉しいです。嬉しいです。好，那么我们也祝福这一次的八代雅姬小姐的演唱会能够演出成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们一块的踊跃跟她捧场。来自日本这位演歌的天后，我们一定要给她感受到台湾人的热心，台湾人的热情。哎，どうも谢谢，谢谢，哎，谢谢。啊，那最后一首歌曲，我想，因为其实她的歌很多，今天只是讲代表性的几首歌曲。那么这首歌，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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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就是船歌，船歌的意思。船歌的意思，它是描述什么感情？これはですね、男の歌です、歌ですけどね。そうそう。あの愛する彼女を残して、男の人が旅をするんです。知らない町の港町で一人しみじみ飲むんです。愛する彼女を心配しながら飲んでる男の悲しい歌です。我稍微听懂。他说，这船歌意思是说，在一人在酒吧里面坐着，这酒呢是温过的最好，吃的呢是有那个章鱼烧就觉得可以了，然后灯光越暗越好，是不是这样子？他不是在讲说他不是听到那阿布代伊卡啊，考过的哈，哦，说 ，YouTube 翻译错了，我看到这歌叫做哎。オンナロ、それと違うの。あ、それ違う。不一样、跟那个不一样。あ、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OK。好，那我们这首船歌就作为今天的结束，也谢谢您参加我们的台湾好歌声，好不好？谢谢沈爸。罗总，来船歌，请欣赏。拢着经过几十年风霜，是我才会大长。
那么在最后呢，我想用一首歌曲呢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哦，哪一首歌？这样子，淑妹最近拍戏比较多，生活算是非常的忙碌。对。那么你除了工作之外，你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接触到什么事情，或者看到什么一些故事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心里感触还蛮深的。哦。对。恐怖片还是？没有，还蛮温馨的一个影片，很温馨。有一个妈妈，她拿着她的手机到通讯行，购买修理。然后那个店员拿到手机，帮她检查了一下之后呢，就改公公，妈妈，你这个手机啊吼，好好诶，无代志，无歹。不要操作。无，伊讲，无歹，那有可能无歹。那无歹，为什么我的后生查某囝拢无靠过？哎呦。对，很短的一个故事，可是听。就是看在我眼里，其实心里还蛮酸酸。对，这个拜吉公可能也觉得好心找我讲，比较没有关心到这个妈妈。现在的社会，有足侪人拢足无用诶，无用都袂记得卡电话号出来对啦。那其实爸爸妈妈或是家里面的人都在家里，然后支持你、关心你，也很希望你可以拨空，然后拨一通电话。跟他们问一声好。你有电来靠你妈妈不？我一天发生的事情，我都会跟他讲。像最近我在健身练腹肌，我还会传照片给他看，说：“妈妈，你看我的腹肌。”就是什么东西，我吃什么好吃的，我都会跟他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刚刚你讲到这里，我们讲到妈妈，的确，我们对妈妈的一些心意，我们一定要每天保持住。对，这首歌曲叫《妈妈》，由淑妹的演唱，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台湾好故乡。
命人最好小绵羊袂当来甲白露比拼